大家好，我是易阳。俗话说，百练不如一走，百走不如一抖。现在健身的项目五花八门，简单的运动有快走、慢跑，复杂的有做各种动作的体操、打球、游泳等等。其中有一种运动叫做颤抖功，人们说的一日抖三抖，能活99，说的就是这个运动了。就是通过不断的颤抖全身部位，促进血液循环，放松肌肉，以达到健身的作用。下面我来说一下具体的做法。首先两脚分开，略宽于肩部，全身放松，两腿微屈，